如果你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军人的话，今天这一跳，谁都代替不了你。你明白吗？还有30秒就飞出出舱区域了。霍德，我们一起唱热血歌。 左手拉绳子，左手，左手，坏了，反向操作，出事儿，孙子，跟我走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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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想办法把它弄下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帮我端一下，哟。 估计你比看着差不多了，但哪儿也不去啊，就在这儿吃吧。来吧，吃啊，吃。找抽的走了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幸亏你没动手，你要动了手。 你这个旅长都保不住了，非把你录成个团长不可。是。
所以我走了。你哪来那么大火呀？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不就是来炫耀他当上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吗？你就是再看不惯他，也不至于摔杯子吧？满嘴屁话，你听得进去吗？ 我杯子没摔在脸上不错了。霍德，怎么样？副队长，我看看。怎么样？把他放平。哎，小心。 直升机，是。怎么样？伤怎么样？主要是外伤，有几处骨折，还有擦伤。胡部旅长，直接送总院吧。已经呼叫直升机了。 我觉得楚占刚要不是关心你，把你当好朋友、老同学，他也不会跑来跟你说这番话。你听不进去，不代表人家说的都不对呀。不对就是不对。我觉得他说的某些话也是心里话。狗屁！老何，你说说，他哪句说的是心里话？他说。 听说你把副参谋长给辞了，他很震惊。这句话不虚伪吧？不虚。你不后悔可以。你考虑过你老婆和孩子的感受吗？这句话也没错吧？是句人话。他说你整天把自己整得灰头土脸的，你以为真要打仗啊？中国是核大国，谁敢动咱们？你放100个心吧，这是不是他心里话？对，这确实他心里话。那人家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，你跟人家急。 你也是咱们全战区陆军年纪最大的旅长了吧？就这点涵养啊！我是涵养少了点，可他说的那话，什么你以为真要打仗呢？什么中国是核大国，谁敢动咱？你就放100个心吧。这像个当兵的说的话吗？这像个集团军副参谋长说的话吗？我想起来了。 他就是这句话把我的火拱起来了，这话不对，就是心里话也不对。我告诉你，就他那种思想，下回见了面我还得批评。是不对，但这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心理状态。和平时期长了，军队中滋生起麻痹和怠惰，这也就是加快战斗力生成转化的无形阻力。 老何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楚占刚水平不低，涵养不浅，一个正师级干部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他没拿你当外人吧？可能也不是故意宣扬这种消极观点，但潜意识不会因为干部的某些方面水平高、涵养深，就不存在了。楚副参谋长都能说出这样的心里话，可见这种现象不是极个别的，而是相当有市场。 老何，我真没想到你琢磨出这么多道道来了。对不对吧？对对对，赶紧吃吧，下午还训练呢。丁长，肖师长，获得怎么样？还不清楚，已经进去2个小时了。
以前跳伞从没出过事儿，这次是因为什么？霍德这次是第一次跳伞，开始呢有些害怕，最后呢还是勇敢地跳下来了。可能是操作失误，加上有风，偏离了方向，就没有落在规定区域，最后呀，落在了1公里外的山间树林子里。哎呦，这可太危险了。是呀。邱处长，你先下去把手续办了吧。好，这边就你盯着了。好，好。政委啊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，但我还那观点，做好咱808旅的事，别人爱说啥说啥，就是饭有点少啊。人家是生气吃不下饭，你是胃口大开。营长你好，啊，你就是霍德的领导对吧？对，我是霍德的营长。病人的情况呢，现在是这样的。主要是撞击引起的外伤，3处骨折，2处呢已经接上了，但小腿是粉碎性骨折，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。皮肤跟肌肉都是擦伤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半个月就会好的。现在体征已基本恢复了，没有危险了。啊，那就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嗯。哎，大夫，那霍德下次手术是什么时候？大概一星期以后，先住院观察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喂，旅长，霍德情况是这样的。好，好，这就好。等霍德醒过来呀，我跟洪副旅长去看他，让他好好养伤，跟他说他今天的表现十分出色。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。霍德已经出手术室了，没受任何内伤，大家都可以回去了。是。嗯。队长，这次事故我负全责，请旅党委在事故上报姓名。你说是事故？霍德受伤，是我组织不够严密，安全措施还有漏洞。现在啊，不是说。到底谁应该负这个责任的时候？明天的训练计划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明天后天，计划都不能变。不能因为受点伤、受点事儿，就停这个停那个。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。我觉得训练计划，照常进行。好吧，训练就是打仗，这个意识啊，一定要贯彻到底。不能因为台下一个伤兵就停止训练。旅长，合成营3营的新装备明天全部到齐。好，让大家赶紧熟悉新装备的性能，尽快让他们上手实际操作。新装备在库里闲置1天，那就是浪费啊。旅长说的对，装备是用来打仗的，不是显摆供别人参观的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去吧。旅长，嗯。我听说有人对咱们参加勇士行动演习的表现有看法。政委也跟我提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看法。你跟郝参谋长明天正常训练，部队的中心任务就是训练，一刻也不要停。至于别人对咱们有什么看法，我和政委会处置的。是。他能够大老远看我，我还是挺感动的。感动的把杯子都摔了。我是太冲动了。哎呀，我的这个老同学。不过我倒觉得楚占刚是个很真实的人。你看他大老远看我，跑过来跟我说心里话，啊，有啥说啥，从不忌讳。当然他以前也这样，我倒挺喜欢他这一点的。你不是说他说的都是屁话吗？啊，怎么又喜欢上他？有啥说啥了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也许他说的就是心里想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挺透明的，跟我又没有掖着藏着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楚占刚身上也有挺可爱的地方。他就是这么个人。他说我身上有点杆子劲儿。我看他身上也有种杆子劲儿，不过。是另一种杆子劲儿，杆子劲儿。对呀、啊，
赶的劲儿就是一根筋，就认准了道，走到黑。那你觉得他这条道走的对吗？不对。反正我不太喜欢，绝对不对。楚占刚有些想法，不行。他这么下去可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不，旅长。 你怎么了？王啊，楚占刚这么下去可不行啊！人家怎么不行了？人家军副参谋长都干上了，你呢？两码事，两码事。我说的是楚占刚的思想观念不行，要是他再不转变，将来早晚有一天会犯错误，会吃亏。我得找到他。不，你要去找他？啊？你要去找楚占刚？对呀，他明天就回去了。 我今天晚上必须得找到好好谈谈。你算了吧，这都多晚了。不晚不晚，老何，你先回去，我到军部里去一趟。老王，你不会出什么状况吧？哎呀，老何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楚占刚大老远跑来劝我，就是希望我不要放弃晋升机会。我想，他这是出于老同学、老朋友的真感情啊。 放弃晋升机会，的确是常人难以理解的。你不也劝过我，阻止过我吗？可是楚占刚身上的观点，我不太赞同。那我也不能说他大老远来劝我，是错误的。只能说是我们俩对事物的认识不同。老王，你不是说咱们不管人家怎么说，咱们做好8080自己的事情？我看你今天晚上又想多管闲事了。这事儿，我试着管管了。 我担心楚占刚的官位越来越高，敢劝他，敢批评他的人越来越少。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，就是从这个拐点上开始的。我不能看着他这么发展下去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就是对他不负责任，没有尽到一个老同学、老朋友的义务。我得劝。这俩人怎么了？王可铮与楚占刚。 就是这样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奇妙关系。楚占刚千里迢迢赶来规劝王可铮，却挨了王可铮一顿臭骂，而王可铮还要上赶着去给楚占刚上课，这能有好结果吗？不论结局如何，二人这种不抛弃、不放弃的执着精神，让事态的发展变得更加错综复杂、扑朔迷离。 张副院长，我们过来送伤员，这不刚刚办了住院手续，正准备过去看一看。对了，您可要多帮着照顾照顾。什么伤？高空跳伞，这人命差点都没了。是伞没张开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摔的是不轻啊，三处骨折，还要再做一次手术。这个老兄，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这抱残的时候啊，多帮着照顾照顾。 这个对我们战士一生都有好处。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还是按咱们部队的规章制度走。好啊，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啊，先跟咱们战区的陆军参谋部部队管理处，把这个事故的类型报告一下，分清到底是训练事故还是意外事故。哎，对呀，这事儿我都没想到。哎，你忙着，好的。好。 据说，某战区陆军的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，在离开本战区陆军之后，显得处处被动，显然也使出些花拳绣腿的小伎俩，但最终兵败而归。不难看出，专业化蓝军之路未必适合中国国情。用猪脑的想问题的家伙闭上你的猪嘴！你所指的，那支专业化蓝军，正是陆军的山豹旅。那次的跨战区陆军演习。 并非无果而终，只是新闻报道中隐去了某些真相。但是，对于专业化蓝军部队来说，从来没有胜败的概念。如果组建专业化的蓝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战胜红军，这与猪吃饲料就是为了长膘一样，专业化蓝军的出现应视为一种全新的训练手段。它应为部队训练改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，改变固有的对抗训练模式，是把对外军研究的成果。 转化为训练实践的最直接、
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仅仅把蓝军的胜败视为专业化蓝军事业建设的标准，简直就是对军事训练一窍不通的呆猪思想。呼啸刀光这类无知蠢货，怎么还有资格到军事论坛上来说三道四？应该拉出去枪毙 N 次。这家伙终于出来了，但基本规律也算是让我摸到了。让他出头，必须火力真长，而且要猛烈。子弹终于不再沉默了，但可以看出，子弹因沉默时间太久，出膛就毫不留情，还没弄明白本帖真正含义。就乱枪齐发，而且出言不逊，实在让人感到可爱不足，可气有余啊！既然想探讨问题，就应直来直去，方为呼啸刀光。既然山豹旅为专业化蓝军，但处置人质却完全不像恐怖武装分子所为，因此呼啸刀光质疑有三：一，山豹旅的专业只是个传说，其实很业余。劫持人质行动应该是有目的的行动，必有政治、军事或经济诉求，达不到这些目的，劫持行动就是一种盲目的冒险，是蠢驴们在玩过家家，没有军事价值可言。二，放人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游戏，使营救行动变得苍白无力，应视为红蓝双败，无战绩可言。三，由上述事实推断，山豹旅有受贿之嫌，有屈从压力之嫌，有被军人职业之嫌，有内部交易或暗箱操作之嫌。这不是事实，绝不是。山豹旅有着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步骤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现在还扯什么种种原因呢？又有什么种种原因？这种毫无杀伤力的老掉牙的托词，蛋疼的套话，我韩鹏怎么说得出口啊？说出来不是等着被呼啸刀光和网友们拍砖嘲笑扔鸡蛋吗？进来。哎，霍德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，下周手术。那他的腿会不会落下残疾啊？医生说，虽然是粉碎性骨折，但很有可能能通过手术和最新的中西医结合战伤治疗法，把骨骼完全接好，完全恢复之前的功能。这也算是万幸了。是啊。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。嗯。首先，霍德受伤，要不要通知家长？要通知啊，而且要尽快啊。我觉得。再等一等吧。为什么？等霍德的伤势稳定一些，而且我们还得征求霍德本人的意见。他已经醒了。也可以，但是不要超过明天。行。第二，怎么向上面汇报？怎么报？什么时候报？怎么把握这报的分寸？现在就得报啊，而且要如实汇报。我觉得还是等明天吧。等今晚专家会诊之后，确定第二次手术的方案再报。手术是医院的事儿，兵是我们的人，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雪上加霜。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呀？这大夏天的，哪来的雪，哪来的霜啊？怎么了？副参谋长，明天上午10点飞机，8点半我来送你。明天你就别过来送我了，这两天你一直陪着我，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。感觉好多了吧？不错，部队看了，饭也吃了，收获不少。哎，你这还有什么经验材料？多给我点，我带回去啊，好好学习学习。
我叫宣传处给你准备了，有训练方面的，有教育方面的，都有了。哎呦！哎呦，你们想的可真是周到啊！好，谢谢了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这跳伞啊，确实挺危险的。霍泽这人呢，心理素质又差，咱们退一步呢，他往前走一步，给点压力呢，他就有点压力。但我觉得我们是太过着急了。霍泽已经到了要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只是在想，应该怎么报更合适。我认为如实汇报，我先口头汇报，明天呢再把材料递上去。你等等，你再想一下措辞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哎，参谋长，我是韩鹏，我现在向您报告一件事情。今天的训练呢，我有一个士兵受伤了。什么？您都知道了？好，那我明天把材料给递上去。首长怎么会已经知道了？是部队管理处报告给参谋长的。我还没向部队管理处报呢，怎么就……不管怎么说呀，我们如实上报就对了。刚才你说雪上加霜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从内部听说，勇士行动演习之后，前副总指挥一直耿耿于怀，在演习总结中另外附上了对演习预案改变的说明。在这个说明中，他避而不谈改变方案之后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，而是谈山豹旅主要领导违反纪律，扣押前来观摩演习的军事专家组，造成演习秩序混乱，演习指挥部不得不改变原定方案，使得专家组不能按计划返京，滞留在五峰山训练场一天一夜，造成不良影响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演习取得成果，海军空军都很满意，谭组长也表示支持啊。演习在成果方面报告中给予了肯定，但是在说明中他也提到，虽然演习在参演部队的努力下，在指挥部、导演部的精心组织下取得了成绩，但也暴露出个别参演单位领导自以为是、无组织、无纪律，和对演习任务执行上的随意性，需要批评教育。这个呀，是他前副总指挥个人意见。谭组长什么态度啊？巧就巧在谭组长出国了，首长匆匆忙忙地走了，可能是接到了什么紧急的外事任务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前副总指挥就是在这个时候把报告递上去的。那不管他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不那么简单，听说要下来查了。查什么？不管查什么都不是好事。所以你说霍德受伤这件事情是，所以我想劝你近期收敛一点。收敛什么？不吃不喝可以，但训练不能停止啊。相反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但那些危险性大、动作性强的训练得放一放了。我同意你的看法。如果现在所谓的危险性动作咱们不练了，那遇到危险以后咱们上不上？那这几天不练了，过几天呢，我们还练不练？啊？所以我觉得呀，咱们也别躲躲闪闪的，咱们要正视问题，解决问题。进来，政委在。黄部旅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商量训练的事。政委。这是霍德身上情况的报告，还有我的检查。检查？你们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就报上去吧。发生跳伞落点严重偏离的原因是，战士霍德在下落操控方向牵引器时发生误操作，本应该左手拉动左侧操控绳，而实际是右手拉到右侧绳索，造成下落时侧向西侧1公里外的坡地树林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新队员心理紧张，霍德作为第一次高空跳伞，难免产生恐惧和慌乱，操控失常。第二，现场指挥员洪毅没能及时察觉新队员过分紧张的情绪，并要求他继续完成这一动作。战士霍德勇敢地服从命令，并坚决执行，因此
摔伤事故的主要责任由负责全旅训练的副旅长洪毅承担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，事情发生的原因呢很清楚，咱们就实事求是的往上报，至于谁负责谁应该承担责任也要实事求是。我是旅长，是这个旅的呢第一责任人，这件事发生跟你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旅里的安全工作由我来抓，你们都别争了，明天我去递报告。你也不能一个人承担啊。旅长，嗯，明天的训练你有什么想法？明天训练什么科目？低空跳伞，照常进行。我想好了，明天我上飞机，我第一跳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家伙又沉默了。看到呼啸刀光的言论，感到十分吃惊。作为参与这次跨战区陆军演习的亲历者，山豹旅那是曾经我们的对手。由于山豹旅的搅局，改变了原来的演习预案，使得演习十分贴近实战。据我所知，山豹旅那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他们尽力了。呼啸刀光的指责，完全是无中生有。骂你蠢猪都不为过。真是鬼使神差啊，我怎么会跑去看他王可征呢？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一片好心，却让他当了驴肝肺，太让人沮丧。以后啊，不来往，少来往些，各走各的路吧。老哥哥怎么变得越来越轴了呢？面对军改，有人感到是机遇的到来，而有人感觉就是噩梦降临。毕竟卫士越来越少了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能施展的空间却越来越窄了。再不珍惜机会，就是不珍惜生命了。有机会，我还得好好劝劝他。难道这就是心有灵犀？哎，老哥哥，你好啊！你下来吧。我下来？哼，我下哪儿去啊？我就在你招待所的楼下。啊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这话说的，老哥哥，你啊，还是上来吧。我这可是豪华套啊。什么豪华套？我看不上的，你下来吧。老哥哥，你还是上来吧。啊，少废话，你赶紧下来吧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我下去，我下去行不行？哎呀，这情绪还不小，没完了是吧？
哟，亲自来了。上车吧。哎，你说巧不巧啊？刚才呢，我正想到你呢，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老哥，还是上去聊吧，我那儿有好茶，咱们泡上茶，慢慢聊啊。我是专门开车来找你的，就是不想惊动他们。啊，私聊，上车吧，快。哎呀，老哥哥，还有什么可聊的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气还没出够，找我再发泄发泄？不是，我是冷静了之后才来找你。哎呦，这是吃了什么去火的药了？效果这么灵啊！哎，也给我弄两包。别开玩笑啊！你可别忘了，咱俩是翻了脸走的。哎呀，是的，我这还窝火呢。要不说你这火消得快呢，啊，真是到了惊人的地步。说吧，你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啊？你的问题。我的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你说，中国是核大国，没人敢动咱，一百个放心吧。这话是你说的吧？啊，是的，我是说过。哎，怎么，你另有不同高见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言论是错误的。哪儿错了？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就是错。你别忘了，你是集团军副参谋长。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人民军队忠于党，随时准备上战场，这句口号我们天天喊，你也没少喊，那现在怎么能口是心非呢？哦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你啊，有点跟我们政委徐小村差不多了。我是说过打不起来这句话，我说过，仅仅是在你我之间的这种小范围内说过，又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，更没有当着战士的面宣扬过，是吧？你这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？我是当回事儿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没当回事儿吗？是因为你没有忧患意识。我明白了，你跑来啊，是给我上课的，是吧？你呀，老哥，这轴劲上了，8×8，轮式突击战车挂上钢缆，都拉不回来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接受你的批评，啊，早点回去睡觉吧，啊。你看，我接受你的批评了。要不，你在你们军部招待所住下，明天再回去。我说了这些白说了，你还是没接受是吧？你就是爱较真儿。你自从被韩鹏打败了之后，就没有认真总结过，没有吸取教训，没有彻底挖出失败的原因。打不起来的潜意识在你身上根深蒂固。好，既然你说到跟山豹旅对抗这件事儿，那我就跟你说句实话。我就是不服，他韩鹏搞的那叫演习吗？就是哗众取宠，不讲规矩，玩点偷鸡摸狗的伎俩，侥幸取胜，啊！我根本就看不起这种人，干什么呀那是？说实话，要打对抗，咱们两家打，909跟808打场实兵对抗。你想想，内江会是场什么样的演习？909跟808打，哎，要是决战2017，咱们两家打，那才是真正的中国陆军战斗力的真实展现，那是要载入史册的战力啊！
我在旅里就说过，要是能跟陆军808旅打对抗，我们909旅就是输了，也绝对服输伏击。可是跟韩鹏那队伍玩捉迷藏，捉迷藏就像拳头打在棉花套上。啊，不是，你说有劲吗？啊，你错了。我没错。你还不认错？我哪儿错了？啊，你我哪儿错了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在哪儿吗？你简直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上集团军副参谋长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军副参谋长是混上去的啊？行啊，老哥哥，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老同学的啊？好，你也不看看当前形势，副师能调到正师的有几个？我可是经过多次考察，上级才正式任命的。一路走过来，没人怀疑过我。老哥哥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。军号深深展旗扬。如果是我冲锋的欲望有灵。